重要的是要放得下。所谓放得下呢，就是真正的没有妄想，一切都随缘，决定不攀缘。攀缘就是我们放下。那现在我们要知道什么叫攀缘了啊，不然有时候说你攀缘我攀缘，那大家都攀缘，那到底什么是攀缘不知道。你要知道什么叫做攀缘啊，我们就知道到底我们有没有攀缘了啊。什么叫做攀缘呢？我们心里一定要怎么样怎么样去做啊，怎么样做吧，怎么样。